接下来我们每个观众编导会给你们发一支花，待会儿每个方正的观众当中派出一位把这些花再收起来献给新娘。同时我们嘉宾席的90后的两位姑娘到前面来给新郎新娘做一次伴娘，好不好？80后的两位男生来做一次伴郎，我们共同的把这次婚礼办好，给月明一个最精彩的回忆。今天是张谦和陈月明的婚礼，我作为他们的司仪，首先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嘉宾团的朋友们参与他们的婚礼，给予他们最真挚的祝福，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他们。接下来照例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。首先张谦，你是否愿意娶陈月明为妻？我愿意。你是否愿意在你们执手相望时，从今天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无论贫穷与富贵，无论健康与疾病，你都愿意至死相随地照顾他？我愿意。关心他？我愿意。爱护他？我愿意。同样的问题问到陈月明。陈月明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张谦为妻？我愿意。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无论健康与疾病，无论贫穷与富贵，都愿意至死相随地照顾他？我愿意。关心他？我愿意。理解他？我愿意。